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加拿大德尔特市，一个原住民，一个小镇，Tsawwassen。Tsawwassen 是一个非常优美漂亮的一个小镇。过一会儿我要从这个小镇开车走 BC17 Highway 到树里去，我会把这一路上走高速路上的街景给大家拍一下。下面呢，让我们开始出发。